渔岛观景台 ，Kitty， 就在上一周，我骑渔岛失败，这不甘心的心情，在隔一周，我又来一趟渔岛。说实在的，现在的体力跟半年差很多。记得半年前可以来一趟八五山，再骑一趟渔岛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今天的渔岛就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，幸好今天 Ben 没有时间，不然渔岛大满贯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完成的。今天大概骑了两个小时又四十分，其中包含了两次的休息。相对前几天看到一位车友可以一小时内完成，让人佩服又羡慕啊。在早上骑完渔岛之后全身酸痛，而晚上等着八点开始来报重越的五岭，说11分钟秒杀，也幸亏我一早就开始等待报名，特别设定闹钟8点准时通知我，这次的报名算是蛮顺利的。今天的渔岛跟上周的天气差不多，蛮热的，这次我变聪明了，今天穿薄长袖的外衣以及无袖的内衣。今天在骑五岭的路上看到一群猴子树上跳来跳去的，接下来会有许多爬高的活动，因此接下来渔岛的挑战是不会少的。很多车友会选择渔岛当作挑战，确实也不简单，不过时间也很重要。我只祈求自己能够在两小时以内达到渔岛观景台。我们并不是神人，腿力也不够，所以只能这样子要求自己。两小时对我来讲挑战就已经很大了。跟一群骑彰化来的骑电扶车的大哥，渔岛越到后面其实越来越陡，陡到让你爱得救护。到海拔大概900多公尺左右，这是我第二次休息。我遇到几只小狗狗，尤其最小的那一只一直对我吼吼，喂老兄吃我的东西竟然敢对我吼叫，真是叉叉叉的。这里稍作休息，再继续骑吧。虽然自己的体力不好，
不过我这个人上周失败了，这一周就一定要继续再骑，骑到过为止，不然真的会很不甘啊。来到鱼老，我喜欢走右边，这个右边是最陡的一边，不过我没有一次骑上去过，永远都是牵车。今天给自己的理由，没办法，因为车子来了，我只能停下来，但是停下来就没有办法再骑上去了。还很累，不过到最上面的时候真的很漂亮，心满意足。知道你是否跟我也有同感，或者你是神人，轻而易举就可以上来。鱼老对我有一点不一样，毕竟是要拼了老命才能上来的一个路程。今天上鱼老，臭豆腐是我的午餐，回到内湾再吃个豆花来当下午茶，真是漂亮又满意的一天。等待晚上8点准时来到武林吧。